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吐司还有蛋糕，那我开始吃了。先吃这个用黄油煎过的。表面上这些酥酥的。提点这个沙拉酱，超大一坨。接下来用吐司沾牛奶，这个是花生奶。用吐司蘸牛奶真的太好吃了。又加了点奶，这个是蜂蜜蛋糕，特别的软。入口即化，像大棉被一样。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